一般来讲，比熊是属于，消化不良的，和饲养管理不当有关，最主要是饥饱不均、暴饮暴食，还有宠物狗一般都比较懒，不注意让小比熊狗狗运动的话，会经常疼一些主人会疼爱一些小狗狗，然后会让狗吃一些零食，或者让狗狗不停地吃，这样的话小狗就很容易消化不良。而有的时候是因为主人过于疼爱狗，平时比较忙，上班也没空照顾这些小狗，所以就早一顿饭，然后晚一顿饭，这样的话消化吃的东西比较杂，也容易消化不良。冬季的食物太冷，夏季食物容易放长时间，酸败变质，用餐不干净，久用不消毒也是狗狗发病的原因。